这人干什么？这人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你刚路拦着干啥？你刚是不是从这儿上去的？是我上去的。那你下来看。哎，我下来干什么？你快把路挪开。你赶紧现在下来看你做的好事情。我还能做好事情？你赶紧现在下来看。哎呀，你好烦啊！往下来走。快点下来，刚是你上去的，那就是你了。来看一下你做的好事情。我做什么好事情？你看一下我的鸡，你看一下它的腿。咋了嘛？你把它的腿上去往上走的时候碾到了，它现在动都动不了了。哎，就一只鸡嘛，你就确定是我酿的吗？今天就上去了你一辆车，你看自己看车轱辘印，就上去了你一辆车，我的鸡就成了这。哎哎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还着急呢。这个我赔你多少钱？来，给拿着。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我这鸡，这姑娘，我这鸡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我能，那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而且他赔了我这么久。你蛋生鸡，鸡生蛋，那我这，你把我扣在这儿，我也赔不起你这了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就用钱来解决，你真的是。那怎么办嘛？哦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算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你走吧。哎，多少钱我赔你嘛，好不好？多少钱我赔你嘛。这我说了就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。不就一只鸡嘛？你看，你看你长得冰清玉洁、亭亭玉立、貌美如花、山盟海誓、天崩地裂的，这么好看，你看笑起来多好看，生气就不好看了，生气就不好看了。你这人还怪会说话的吗？那可不，我可是上过学的人呢。你来这边干什么呀？我们这村子也，你很少见到外来人了。我来这儿收点山货，刚好找个人。山货，找人？那你找到了吗？找个女人。啊，找女人？哦，但是没找到。没找到？我找了2年了，去年我也来，今年也来。啊？她叫啥呀？我听一下，我知不知道？我只知道她的网名叫岁月无声，但是最近改成什么叫紫烟的了。岁月无声，紫烟。嗯。呀，网名的话怕是不好找哦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也没办法呀。你要是有名字的话，我还能给你去我们村上问一下。网名。哎呀，我是这样，我在这转了一天了，还没吃饭。你们这儿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吗？我们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来吃饭的地方啊？哎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你家离这远吗？要不去你家吃个饭？我家方便吗？嗯，我家也不远，就在上面呢。就在上面哈。对。那家有人吗？方便吗？方便倒是方便，就我一个人。哎，那可太方便了。走走吧，走。那对，拿着。哎，钱倒不用了，那行吧，反正我带你上去吃点家常便饭嘛。你这也没这么找的话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真好。那走吧，走吧。我家到了。啊，到了，这就是你家。对啊。哇，你家好宽呐，这么宽的房子。啊，就是家里民房啊。可以住很多人吧？嗯。没有，就我一个人住呢。那有点可惜了。那你给你做饭呗。嗯。你想吃啥？要不我就把这只鸡给你炖了呗。鸡炖了。炖鸡肉。哎，这不行啊！你这个鸡，你还留着给你生蛋呢。啊，那没事。生蛋，蛋生鸡，鸡生蛋，值不少钱。算了，我吃不起，要不就随便弄一点吧。你看你会做啥吗？啊，你会做啥？随便弄一点。没事呀，他这都受伤了，也没办法了，给你炖了，反正我自己家养的。哎，不，你随便做点。你看你会做什么？什么简？怎么简单？怎么来？那行，那要不是让我给你做点我拿手好饭。好，可以做什么？面可以吗？你爱吃面吗？哎，可以，面可以。面可以哈。啊，三千，对，赶紧把饭吃了，还有其他的事情呢。可以，我们这块就经常吃面。好，那行，那我先和面，你要不在这儿坐一下吧。好嘞，我转一转。行。哇，老妹儿，哎，你给我做什么？扯面。啊，扯面。对，油泼面，完事儿一扯，给你直接下进去。哇，我很少吃面的。啊，你们那边还这么粗的面？哇，天哪！我吃米饭长大的。你那边都吃米啊？对啊。不怎么吃面吗？吃的少，就吃面。
哇，这面看起来。那你喜欢吃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我喜欢吃软一点的。软饭呐。软面。软面啊，可以可以。胡说。我就是那个意思。胡说啥呢？行行行，那我给你扯薄一点啊。啊，可以，技术可以啊。我们这都是就是每天都做的家常便饭、啊。嗯，好。那坐，我出去逛，等你啊。行行行，你出去待着吧。嗯。手艺可以，妹子真好。行，面煮好了、哎。哇，这么快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好大一碗呢，我怕吃不完。你男生差不多吧？可以可以。嗯，我给你调一下。好。给你现调啊。放盐。嗯，放盐。嗯。还要放什么？再放一点醋。醋啊？嗯。我吃不了醋，少放一点吧。一点点，提鲜就好了。嗯。嗯。然后放蒜末。哦。还要放啥？再放点菜，这绿菜。哦，韭菜叶子吧。嗯。闻到韭菜味了。啊，你闻到了。对。然后就放这个最主要的油泼面的。什么？这是啥？辣椒面呀、啊。辣椒面。对啊。这等一下用油一泼可好吃了，哇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放这么多，你放少一点的，我吃不了辣的。我这个辣子不是很辣。真的吗？对，我这个辣子小娃都能吃。小娃都能吃，我不信。哦、你等一下尝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哦。然后得和一下。哇，还要放这么多？放点中粗的嘛。啊、嗯，和一下。两个和起来口感好。是不是？对。啊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烧油。好好好，啊。油好了。好、啊。这用油啊，用油一泼就好了。哦，油泼。嗯，你往后面一点哦。好，嗯。哇，这个辣椒味好香啊！闻到了吧？啊、嗯。你要泼透，不然不好吃。哇，好了。好了。哇，我都闻到那个香味了，辣椒的香味。你闻到了哈？对，这辣椒真香。好了，我现在拌起来就可以。嗯，好。那我帮你拌。可以吗？嗯，我这个手机手拿着手机。也不方便哈、啊。嗯，行。天哪，哇，你这油泼面太香了吧？闻这味儿了哈。看起来好有食欲啊。那肯定的，吃起来更香。你尝一下，拌好了。啊，好、嗯，那我尝了。嗯，就喝蒜嘛。哦，就蒜。那肯定的呀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呢。嗯，那蒜好辣，太辣了，你这蒜。赶紧就口面。啊、哦。就是要这样子。我吃了，哇，嗯、这个面。咋样，味道？好吃啊，还可以哈。嗯，不是那么很辣，对吧？我说我辣子不是很辣的。嗯，很香的。嗯，你多吃点。啊，趁热吃。好、啊。哎，你这辣椒面怎么做的？怎么这么香啊？我这辣子。啊，这泼出来油泼面，太好吃太香了吧？这就是我自己碾的呀。哇，好劲道这个面。嗯。你自己碾的？嗯。怎么碾的？你自己碾的。嗯。就用石碾子碾的呀。什么是石碾子？你没见过啊？没有，那我去后面带你去后面看一下，我们在后面有的，可方便吗？啊，可以啊，给你撵两圈，给你看一下。走，嗯、走吧。正宗的陕西秦椒十年辣椒面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十年辣椒面低温碾制，保留秦椒的原香原味啊。你看晒过去这辣子好不好？魅力是不是啊？陕西椒辣子，大家注意看看，你看这个辣子好不好？咋样？可以啊，老妹儿，你这。怪不得，因为这辣椒面十年都碾的，泼出来油泼面这么香。那这样吧，我要走的时候，把你这个买一点，卖给我一点，可以吗？你要啥呀？辣椒面。辣子。对，我也想回去泼这么好吃。那你要的话，我等会儿给你装一点。哎，不，我买点，多买一点，嗯，给朋友也带一点。我也想回去泼这种油泼面吃。哦。嗯，对。你要给你家里人带是吧？对呀，你这油泼面就，哇，太香了，真的太香了。你想要啊？对啊。那你点击下方购物车就能抢得到呀！啊，购物车。对呀、啊，咱们现在购物车还有活动呢。啊，什么活动？一斤到手是这么大，两袋。你现在去抢还送芝麻呢，这个是送的芝麻。哦、啊，就点屏幕下方，对，购物车就可以抢到。那行吧，那咱们评论区置顶链接也能抢。啊，这么方便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就去抢了啊。可以啊，到时候给你包邮送到家，多方便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啊。哇、嗯啊，那我一会儿吃完了，你家房子这么宽，要不就住你家吧。100块一碗。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那可以啊，你住我奶奶之前住的这个房子就可以了。那可以，那你去给我铺床呗，我吃面了啊。啊行啊，咱吃完就睡了。可以可以。嗯嗯。